勺，我把橡皮变成了星星。切，你这算啥？看我的！嘿嘿，我可真有艺术天赋。这可是污染物，不能给他。喂，苗地瓜，你站在我座位上干嘛？没什么。哎，有糖吃。哎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喂，你恶不恶心？把鼻屎乱抹。我抹在自己桌子上，关你啥事儿？有本事你也抹呀。哼。哦。老妈，我要这个书桌。买啥买？你不是这学期才换了新的吗？嘿嘿，只要把家里的变成旧的不就行了？明天检查卫生，同学们把自己的课桌清理干净。可恶，根本擦不干净啊！哎，有了，我把兔妮妮的桌子换过来，我就能通过检查了。嘿嘿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的胳膊，我的腿，啊！咦，大壮竟然把桌子擦干净了。妮妮，妮妮，有没有人听见我说话呀？救救我！